早上好，今天外面天气好好呀。我们今天准备去海滩浮潜，就是找到了一个海滩叫 Poipo， 它就是专门浮潜的一个海滩，然后水也比较浅。Everybody got opinions, I'm so sick of trying to please them. I don't mean to get defensive, but I've been feeling kind of fearless. I want dangerous attention.来排队吃早饭了。这个是在这个海滩附近有一个咖啡，里面有三味茶、贝果什么的，还有阿萨伊波，感觉特别好看，也特别健康，但是排队人特别多。然后买完就可以在这边吃，然后点一个 sandwich， 然后再点一个 americano。这个是一个 sunrise bowl， 这是阿萨伊波，上面有那个奇亚籽、菠萝、香蕉、草莓。还有这个。Granola， 亨利点了一个 Everything Bagel with Cheese， 好吃啊。我点了一个 Sandwich， 里面有 Turkey， 还有一些蔬菜。这个真的特别好吃，就是特别 juicy， 里面一口大满足，特别清新的。还点了一个拿铁，我尝一口嘛。这其实是够了。瞅啥？你瞅啥？好喝，有点苦。要刀我吗？哇，这里还有救生员，我感觉非常安全。想找一个好的位置把毯子放下。哇，感觉这个浪还挺大的呢。啊，底下石头比较多。这个沙子好软呀。哦，凉凉凉。哦，好凉。天哪，好软啊！哦，哇，湿了湿了！啊哈哈哈，我都屁股湿了！哇，这是什么？海豹吗？还是海？妈呀，这个湿！哈哈哈哈哈！好美，我也不知道在哪划的。我在这边看，那所有的人基本都是一个动作一个表情的说啊，这有鱼，这有鱼，这有好多，这有好多，去海滩湖边来看。鱼确实很多。对，你基本上下去基本上全能看鱼。然后来吃晚饭了，是午饭还是晚饭？午晚饭。来到一个这个叫 Hana Lay 的一个 center， 这边就全都是餐厅和 food truck， 啊就可以。还有一些 shopping 的方式。对，反正就选择很多。那在这吃一吃饭，然后一会儿去逛一个 lookout， 就是可以看一个特别好看的那种景色的地方。遇到一个绿色的小壁虎，哇，它好绿啊，它都在发光。亨利好像一个农民一样，农民伯伯。啊，看到一个这个，感觉好好看呀！后面那是个菠萝吗？我们准备吃这个哈拉雷 poke。还是吃这家 chicken 这个 barbecue。 我们点了带两个 starter 的，就是他 recommend 拿到了。这是亨利的，这是我的，快尝尝吧。好吃吗？香吗？特别香，挺辣的吧？有点辣。特别
谢。我们现在刚吃完饭，准备开到哈纳雷 lookout， 大概就是六分钟。这也太美了。我们刚刚走了两步，又有另外一个 lookout。哇，这个好漂亮啊，就像是那种农田一样。哇，看到在这里合影的。哇，好漂亮啊，我都想住这儿了。我们在酒店租了车，是免费的。我要黄色的。哦，开着骑电车好快乐呀！大海的味道，幸福。就这儿也好哎，就是面朝大海。我们大概骑了18分钟就到了这儿。然后就可以往回骑了，太累了。感觉怎么样？累吗？累吗？还好吗？我现在在酒店的后面，想来这一个地方躺一躺。我扶你吧呀，你歪了。有点晕船吗？大家早上好，大家早上好。我们今天要去 Napali Coast hiking， 然后从这边开过去，大概1小时50分钟。然后那边的 hiking 还挺好看的，就是可以看到整个那个 coast 和那个 valley 的那个全貌。然后我们现在先去吃一个早餐，就是这家啦，网红餐厅。我点了一个那个 half 的 avocado toast。然后，亨利点一个三明治是可颂的，强烈推荐这一个，它那个豆苗特别清新，而且它的蛋就流心了，面包也特别脆，特别好吃，叫卡拉拉阿沃。我俩到这个山顶的 lookout 了，然后从这个左边走就是一个 trail， 专门看景色的。然后让先来看一看，好看吗？哇，好美呀！在这边更好看。有一个介绍。哇哇，这太美了吧！咱们一会儿会下到那块是不是？对，会沿着一个山走。好了，我们开始 trail 了，有点危险的 trail。现在要面临选择，你要不要从这个洞过去？没有，他们说的左边肯定是没有悬崖了，因为你有这个连铁丝杆了。右边可能就是稍微宽敞点，但是有悬崖。穿车子。然后去看看有悬崖的，然后不行再回来呗。OK。刚才那个人过来。你看见了？嗯。这个太陡了，但是。走的同时能看到特别好看的景色。我们现在在悬崖边上。哇，这个池油旁边就是悬崖。我给你小心啊。我操，我不敢再往右边看。我腿软。我真的就是严重恐高。这段我就不跟亨利走了，亨利说要自己走。太可怕了，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路啊，前面这个就是一个很窄的路，右边就是个悬崖，但是景色还是很美的。今天天气很好，能走到这儿的话应该是 view 会更好，但是其实也没差多少吧，因为你看这个泥土的话就是一下雨可能会很湿，所以今天特别滑，而且上面这块都感觉就是
你使劲踩就感觉像能就踩掉一样这个腿。我来吃午饭了，吃这个 Aloha Ramen， 这是亨利的朋友和小红书都推荐的，有好多选择，但是朋友推荐的是那个牛尾拉面，我要吃那个。是吧？嗯，我要吃乌冬吧。我们刚刚拿到拉面了，我刚刚尝了一下，这个还挺好吃的，就汤特别鲜，然后我们俩的汤是不一样的，然后这个牛尾炖的也挺香的，感觉这个豆腐不是特别好吃，这个酱有点太咸了。来吃这家沙冰了，然后 Google Map 上写的是关门，但人家其实开着的，差点就没来，错过了。点了一个紫薯的和一个椰子的，对。我俩找到了一个泳池旁边的位置坐下，感觉怎么样？好吃吗？大换吗？你的好吃吗？还行。啥味儿的？椰子味儿啊。我觉得也是，咱俩是一个味儿的。那为啥我这个颜色跟你不一样？不知道。椰子片好好吃。嗯，上面那烤椰子特别香，还加了一层奶油。亨利加入了他们，因为没人陪亨利玩。我们现在 check out 酒店啦，现在要去一下吃一下早餐，然后就坐飞机离开可爱岛去欧胡岛了。我们现在到 Honolulu 啦，我们今天的行程就是先去酒店 check in 一下，然后再吃个午饭，现在我们就去北边的海滩冲浪，就报了一个班，就一个私教教我们俩，然后冲浪两个小时，然后冲完浪我们就是约了一个日料，这是今天的行程。Honolulu今天的天气超级好，我们来吃午饭，吃天好运，点了一个炒肠粉，先吃吃 XO 酱炒肠粉。哇，好脆，呛爆了。好吃。还点了虾饺和排骨，他点了个黄瓜，这个黄瓜特别好吃。我俩刚刚 surfing 完了，我撞到头了，头这个地方撞了个包，大金包。然后那天爬山这儿还撞了一个屋。觉得亨利特别 enjoy 这个，他第一次已经能差不多站个十秒左右吧。对，就他在后期就是站起来的时候就一直在喊，他特别的享受。但我就不行，我特别害怕，我觉得就是胆小或者水平不好的还是不要尝试。平衡能力很重要的。对，就不要尝试了，就别最后尝成我这样的，喝了一肚子水。然后他还给了两个 Shavis 的免费券，就是在这旁边，可以吃一下。我点的是玉祖、呱呱和 Litchi， 亨利点的是，转一下我看一下。Green tea。 啊，哪个是 green tea？ 好吧，这 green tea。 啊， green tea， banana 和 coconut。 嗯，你的这个哪个是 green tea？ 你告诉我。他是不是整错了？感觉应该是绿色的吧？不是，有可能。我们刚刚到了酒店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酒店的景色。然后底下有点吵，因为底下有游行。这是底下的泳池，然后外面就是一些海边，然后旁边是另外一个酒店叫 Prince。 来吃晚饭啊，就是这家日料。看了一下这个 menu， 就是看不懂的意思，所以我就是网上找图片点的烧酒。亨利点的烧酒，冰的。我刚刚尝了一口，就是觉得烧得慌。你这是哪一种？他们推荐好几种。他就说这个就是你如果没有一个就是 specific case， 就是你就推荐这个。亨利点了一个生蚝，先尝一下。So good， 很新鲜。上了一个鱼生拼盘，然后一共是八种海鲜，一盘80多，现在感觉特别新鲜。我刚吃了一个这个特别 Q 弹，特别有弹性。你吃这个好吃吗？好吃。什么味道？烟熏的。我尝一口。我再尝一个这个，入口即化。
就比较肥嘛。好吃吗？那个海胆的那个鸡蛋海胆，然后配 truffle sauce。尝一口，妈，太假了吧，这么夸张吗？一点腥味都没有。我能炫一口吗？ So good。 你给我一小口吧，我不是很爱吃海胆，梦中情幻的感觉。哇哈，没有腥味啊。没有腥味，这和我吃的海胆不一样。来，再炫个虾吧，快点尝尝，特别甜，吃个鲍鱼。点了一个皮皮虾寿司，哇，好鲜啊，鲜甜又紧致。还点了一个烤鳗鱼，这个鳗鱼他也建议就是配 wasabi 一起吃，让我尝一下。哇，好脆啊，想家了，感觉像我妈做的鲍鱼似的。啊，吃不出来鳗鱼的味道，有点像带鱼的感觉。就是所有的炸鱼都这个味道。那点了一个抹茶的甜点，来吧，这个是配的红豆，好吃，红豆超级细腻。哦，好吃，这个超级推荐。但价格还是挺良心的感觉，而且感觉好好吃啊，来的都是日本本地人。我们酒店外面放起了烟花。来吃一个早餐，在这边的一个网红早餐，不知道能不能排上。拿到了我们的早餐，等了好久，感觉都有半个小时吧。我点的是一个 island style plate， 然后你点的是一个 papaya yogurt， 还点了一个百分百的 Kona 咖啡，尝一下那个咖啡。现在要去一个 hiking， 叫 Diamond Head， 就是钻石山。我们第一天是 hiking 开始，最后一天要看 hiking 结束。是昨天在网上预约了 ticket， 买了就是一辆车的停车费是10块钱，然后一个人是5块钱，点了个 map。应该有车位吧？好多人在这个景点这里拍照。刚开始感觉还好，就是这样上坡的路，还没有到楼梯。但是我们的终点是那边那个山头，这个地方估计会转几圈。我们现在稍微往里走一点点，变成了这种石头的路。这简直就是在走路。你现在就走过南的以后，就是没有，只要没有生命危险的，你都觉得很轻松。我已经开始喘了，全是楼梯，进来了小山洞。哇，好酷啊，还能继续。这是最后的一块了，爬完这块就可以上去了。我们现在到山顶，但人超级多。这边就是那个瓦基基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景色。我现在在拍 Jalebi， 就是那个炸鸡，在我亨利还没有吃过，想吃一下。好吃吗？嗯，特别香吗？真的香。很香，有一点点辣，再来一口蘸酱的，但这个酱有点胡椒味的那种。这个不是腿啊，这个是胸，再尝一口，比泡菜的好吃太多了。我也觉得泡菜就吃了特别腻，这个应该不是很腻，感觉这香很香。这是我的第二个腿，刚还是这个胸的第三块。我俩现在来了迪士尼的一个酒店，为什么呢？亨利，为什么？你说买琳娜贝尔说的。对，我想来买琳娜贝尔，因为全美国只有夏威夷有卖的，所以咱们就是来特产也要走一窝。哇，这酒店好好呀！哇，好可爱呀！哇，我为啥不住这个酒店啊？哇，我喜欢这个酒店，我觉得这很好，这是偏了一点儿，但可能要的就是这种偏的感觉，对吗？好的，漂亮。哇，它这个建筑，它这楼也特别有风格。就是这个 store 了，咱们就是来买琳娜贝尔，我先带路。来了来了，这全都是琳娜贝尔。哇，这好好看呀！
还有小包包，小的，还有小杯子，还有一个小包包。哎，天哪，好可爱呀！啊，这里还有星黛露，啊，星黛露的，还有大的书包，看一下，大的60，感觉也挺值的。你觉得这个大包好看吗？很有地方。就买这些吧，顶大了也放不下。这是酒店后面的沙滩，也特别好，有好多人浮潜啊、paddle 啊什么的。背包机器特别适合亨利。我们找到一个后面的厉害的沙滩，哇，这个颜色好漂亮啊！哇，这浪也很大，但是这边挡了一下就还好。好，我感觉我们俩找到了一个宝藏的 beach， 就是免费的，你混进了人家的那个私人海滩里。哇，这个树上掉下来全都是一些种子样的果实，不知道是什么。但是我们来到海边，想看一下这个大浪。哦，太大了，这个浪好吓人呢。哦，太舒服了。我们俩现在在飞机上啦，旅行结束，回归现实生活。嗯。一般这样干杯。妈呀，口罩还没摘就往里走。